八镇议长终于出面，喊冤说不认识杀手。犯下震惊社会的角头杀手酒驾肇逃案，发给杀手车证的台中市议长林世昌，神隐一天终于出面，他喊冤澄清自己绝对没有包庇，更强调不认识杀手。不知道干啥，我逃避安了，就看拍电了什么，我还把东西换了，弄丢。当事人嘛，不认识，我不是杀，本来是好意嘛，这的确是好意啊，没想到他这个背景这么差、啊，治疗屋啊，我不知道干啥的，不过什么呢？啊，我不在报告啊，啊，所以这块的物件你不理清好些。林世昌一再强调，倪杨修不是他的助理，车证是任期中途才发，所以没留详细资料。今天停车证嘛，没有什么特权，去了解也用意，啊，跟伊所有的背景是安怎。懂新闻，不幸者很不幸。报道。努力全开，轻松享受 S 八十万，就是更好玩，带全家动一动过新年。